这个围起来的可能就是喜鹊的保护区吧，也不是很懂。长的这个，起码有500米，哇，好几个喜鹊在这里，很凶的喜鹊，你要太靠近，侵犯到它的领地的话，它会追着你咬的，很猛的。哎呦，这个它的腿受伤了，哇，很多喜鹊这里，等你在前面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鼠。今天我和 Danny 又来到这个海边了，今天是来沙滩钓鱼，这是一个出海口。从那边一脚高一脚低的走过来，差不多10分钟，跟那个爬山也差不了多少，也是挺累的。好了，看看怎么样了。今天现在是下午3点20分了，准备一下，准备开钓。好了，开钓了。哎，在这里钓鱼，带个椅子来就好了。忘了，这里还挺多人钓鱼的，但是好像也没看到有人钓上来过。对面有个鬼哥哥，好像钓了一条。不大，半 K 吧左右，不知道什么鱼，看不清。有没？店里问我这边有没有，他在那个海边钓没有，这边也没有，那边那个小鬼也没钓到。这里又来了一个小妹妹，好像也没看到钓到鱼，刚来了，她挪了一下，钓了一会儿，挪一下也没有。我们的目标是到傍晚，现在是4点10分钟，还4点10分还早的，5、6点的时候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对面又来了2对小伴侣，这里旅游的，跟着水冲下去，放牛一样的。看看啥时候能撞上一条鱼来。摸鱼，从外面钓到里面，里面钓到外面，钓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一口都没有。这里钓了一条黑毛，哇，呢条都有30几个，33、34啦，33。天，你是用那个 PP 用掉了。哎，有咬啊，有咬啊，没吃下去啊。如果是黑毛的，应该是很猛的，看来很小的鱼。就钓了2下没动啊，挂底了。哎，够到了哈！上来呀！鱼呢？好，上来了鱼。哎呀，这条黑毛，仅仅够这条是，都系啱慢慢够嘅啫，啱啱够啦。头先咬咗一下，又冇勾到佢。哎呀，又没有地方养啊，咋办呢？这个。这条可能是仅可够，我量一下，仅仅够而已，刚好30，多了没有，
再钓一条再装起来。冲走咗啦，你又重新投过。系啊，揈错咗，再揈过先得。位置没投好，好似又过咗气咁嘅。哎呀，斷咗啊！屌，哇，好勁啊！呢條我都有釘噶嗱，我翻嗰邊釘緊噶。你又衝出到嗰頭去啦？係啊，呢個十七萬唔得啊，唔得。啊，唔系腊鱼系嘛？腊鱼，这里又钓了一条腊鱼，小腊鱼，不错。什么鱼不大，多大鱼？多大了？多大了？上来了。哎，这个地方没地方养鱼，特别的不好。好在现在是冬天，冷天。先量一下，看有没有25岁啊？看样子是够了，25岁。26、27了，26了，26刚好够。哎，搞得泥鬼一样，接着咔嚓把它放水上。第一次来的这边钓，这个地方钓，对面的人都已经全部跑完了，剩下的就是准备夜钓的吧，那边还有人。沙滩的那头还有好几个，有咬啊！再来一口大的，钓了两次就不见了。嗯，好了。哎呀，从那边钓了一圈过来就没有咬一口，我看也差不多要撤退了，现在都6:30了。鱼就是4-5点的时候来了一波，电力手快，一下子钓了两条黑毛，我后来钓了一条，钓了两条腊鱼，电力钓了一条腊鱼，两条黑毛，5点以后都没咬过了，天都黑了，现在都6:30了。再在这个出口里面再看这个出海口也是没鱼，也钓了有10几分钟，咬都没咬一口，准备撤退了。剩下在这里钓的都是
外面来的傻乎乎的还在这里转，本地人早就已经回去做酒去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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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 Danny 走了，没咬过呀，冇咬啊，应该冇鱼噶啦，依家瞓觉啦鱼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嗱，如果有嘅話，佢應該喺呢度出口嗰度應該有魚嘅。傍晚一陣呀。係啦，就係傍晚一陣啫。就可能有一兩個小時，過了一兩個小時就沒了。按理係有魚嘅呢度。係啊。但係如果啲咬都唔咬一啖冇嘅咧，呢啲。嚇？係啊，或者夏天會好啲啦。现在在这里钓的都是外面来的了，傻乎乎的在这里钓了，人家本地的早就走了。没有没有，一口都不咬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就钓了三条小鱼，两条不论一条黑毛，塞水缸紧紧够，想大点都没有。哎呀，水都没喝一口，喝一口水的。你三斤，我三斤。嗯，我两条不论，两条腊鱼，一条黑毛。哎呀，搞到，哎，呢度最唔好就冇地方。养鱼恶咗佢啦，哎呀，翻去先搞啦。哎呀，口水都唔敢饮啊，冇地方屙尿。哎，养不了鱼了，不好玩。好了，走了。